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阿弥陀佛，好不好？然后念的时候要这样观想啊，就是说头上有一尊好大好大没办法比喻的阿弥陀佛，相好庄严，从他每一个毛细孔都放光，特别从他的心间放出了四色莲花，也代表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愿众生快乐，愿众生离苦，满众生愿，没有分别的帮助所有众生，所以叫青红赤白四色莲花。然后呢，就载着所有轮回的众生，特别这些往生牌位啊，来自我们将来要不要去极乐世界啊？要啊！这个世间苦不苦啊？反正移民到英国了也是差不多，还是苦啊！你移民到任何一个地方还是苦。因为只要你带着烦恼，烦恼都会跟你去哪里的，只要你带着业障，业障也会跟着你到哪里去的。只有一个地方不用有医院，哪里啊？极乐世界。因为业不会在那边发作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所有轮回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各位要经常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佛你念得越久，佛的力量有没有越强啊？啊，就像你在手动的啊，转一个东西，它是音乐就会跑出来。所以你心一动，慈悲心一动，阿弥陀佛的力量就会出来。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念佛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阳光变佛光，风变成清凉风啊。啊，水变成八功德水啊，所有土地都变成极乐世界。那各位，如果所有土地包括英国都变成极乐世界，那这些人会不会起贪嗔痴啊？就不会了，因为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下，人的心不会起贪嗔痴啊。但是各位现在自己处理会不会起贪嗔痴啊？麻烦可大了，夫妻天天吵架啊，事情看不惯。你不习惯我，我不习惯你，国与国之间，宗教与宗教之间，天天在谈判啊，所以呢天天在抗议，这个就是五浊恶世。所以你一定要念佛，求佛加持自己，用自己这种无嗔恚的平等心去做事情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有嗔恚，怀着嗔恚心烦恼去做事情，他是在破坏这个世界的人，很烦恼的啊，所以你会觉得跟人处不来，事情弄不好，那是因为你没有一心念佛啊。
所以不管是我们这些地狱道众生、恶鬼道众生，他现在如果跟我们一心念佛，会怎么样？超度了，超度了，而且他愿意往生净土。现在以念佛的心愿意往生净土，会不会去？一定去。相不相信？你要相信。所以你要经常为他们念佛，但是呢，也要为自己念佛啊。当你自己的心很清净、相信的时候，你念的佛的力量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。然后呢，就在帮助那个地方，就在帮助那个人，就在帮助那个对立。所以每天我们看报纸，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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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纷纷扰扰的事情，包括医院有很多生病的人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的病都是心态引起的。你的心越想的太多，很烦恼，头痛。脾气大，高血压；压力大，腰痛；很傲慢，自以为是，膝盖痛。啊，欲望很强，什么糖尿病啊，什么肾脏病啊，三高啊，淋巴腺啊，属于水的都是你心态的问题。所以你的心态一起来，冤亲债主才可以靠近来。你的心态一平静了，然后呢，冤亲债主得到超度了。你吃个维他命 C 都好了，啊，不然你把全身开刀都开完了，开到剩下骨头，你还是不好，下辈子继续生病，啊，因为你的心态没有改变，然后呢，这个烦恼、这个业、然后这个病、这个苦，会不会生生世世跟着你啊？这个叫轮回。因为有了贪嗔痴，那你在人世间办的事情都是在造业。所以佛陀叫我们造，念一下净业，是清净的，没有烦恼的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帮助众生的，我们也叫白业，啊，甚至一般的叫善业都可以。那这个善业又能够回向净土，证得空性，那是最好的净业。所以我想修行重点在你的心态，但是各位这一点要注意啊。像各位现在乖乖坐在我面前接受我的批评，这还不错。你没有站起来走掉，啊，代表你还有救。啊，我去德国，他们说师父讲话小心哦，他们一站起来就不会回来了。我说为什么？这是德国人的风度啊，他也不会现场抗议你，他听不下去他就走了。啊，所以但是各位，我想听就要装下去。听装不下去就白来了，啊！这是我认为这是华人的问题，会听，但是呢心里不接受，他只挑自己喜欢的，不喜欢呢不要听，啊，不想接受，那这样你没有进步的空间。我认为像我很喜欢到处跑，除了去消业障啊，去结善缘，最主要是学习人家的东西。天主、基督教，任何国家、任何事情、任何餐厅、饭店，他们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？哦，他有他的，我们要学的，啊，所以懂得世间的所有的事情，才叫发菩提心。因为发菩提心就是要帮助世间的吧，世间的事情、世间的人事物，这个都是我们要关心的。好，所以大家以这种大悲菩提心、信心为自己。念佛，如果你这样的心念佛，你会不会变成阿弥陀佛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一心念佛，那100%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在你的身口意，然后呢，去利益对方。所以现在你有人要告你了，你不要烦恼，烦恼担心会让你恶业更痛苦啊！现在有人要告你了，医生要跟你开刀了，你儿子啊晚上又不回来了，你老公又有外遇了，赶快念佛。啊，因为佛的力量可不可以改变对方，让对方善根成就，让护法神呢，让他恶业不成就。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看法、想法去跟对方打仗，好不好啊？那我们就不叫念佛的人了。念佛的人就是相信自己不圆满，但是呢，我唯一要做的是我的空性、悲心，所谓的佛性，用我们一个圆满、自在、无畏。自在就是随缘，无畏是不怕不担心的心态，那你就恢复你的法身，那就是你的佛性。用你的佛性一心念佛，请问众生会不会超度？事情会不会散掉？
就会净化掉，烦恼业障会净化掉，生死问题都要念佛了，何况是世间的男女感情问题、生病问题、金钱问题，那这些世间法，那更要佛的力量更是可以超越。所以整个大乘佛教，各位在这一点，当然念佛是个广义的，包括诵经、持咒都是念佛。啊，就简单的说，念一下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啊，保持在意念三宝，然后呢，实践三宝的教戒。所以呢，挖掉自己的看法，完全融入于佛法，那这样不会有冲突，不会有对立。如果一个人认为说，诶，你观念跟我不一样，我起烦恼，首先你就错了，起烦恼的人就没有佛法啊，起烦恼的人就没有佛法了，因为佛法对他没用，他所谓的佛法就是没有用的方法，因为他居然还在起烦恼，心里嘀嘀咕咕的，不高兴，不接受，就代表他心态有问题了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你要观察你自己，才知道自己这样对不对。我在念佛，结果你在持咒，我就很奇怪了。我叫你念佛，你干嘛持咒？这样，那你的佛有问题啊？因为佛接受一切，对不对？请问佛陀的心会不会接受一切？会的。你的老公有外遇，你赶快念佛，用佛的心接受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啊。那你有这种心态，你的业就消除，该你的就你的，因果来你也可以消业障接受。念佛不是说我念佛希望我老公乖乖回家， no， 念佛是让你的心乖乖待在佛性里面，待在净土里面，接受事情的变化，想了解吗？但是因为事情有变化了，怕它恶化，那更让我们念佛念一下，念佛一生灭罪和杀，念佛一生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。你烦恼什么？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。当然各位不要听我这样讲，那就念佛好了，其他都不要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是说广义的来讲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你要念地藏经，你要念仪轨，你要念心经，都可以了啊，都可以。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相应的方法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不管你修哪一个法，你的心保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、菩提心，那个法对你就有用啊。如果你认为念佛比较好，持咒比较糟糕，还是持咒比较好，念佛太简单，你有分别心对你都没有用，因为分别心就是你的伤害。我们念佛就是转一个烦恼的念头成为一个菩提心、佛性的念头，那什么就对了。当然了，除了有两个方法，有些人是一切都为了自己个人解脱，那当然还念起佛来还是想自己解脱的问题。那有些人念的是希望父母健康，那这个还是一种孝顺的心。但是做菩萨要往大处看，这个叫无量心。请问佛的心是不是无量无边啊？佛不会说，哎呀，佛你来保护我的妈妈健康，隔壁有老人他不管，哎，只有你叫我，隔壁我不管。佛没有这个想法，佛是无量清净平等，所以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苦难，你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各位，现在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，整个伯明翰、整个英国、整个欧洲地区、整个地球、整个法界，佛的力量有没有马上展现得更圆满啊？本来佛像阳光都在了，只是我们拨云见日而已啦。今天你把佛号那么专心在意念的时候，让佛的力量展现出来。所以我想各位的手机啊，能够接到这么多讯号荧幕啊，并不是是这些荧幕在你里面，我们只是打开频道，了解吗？啊，牵上网路，那在网路里面存在的东西会不会跑到你的手机上面来啊？我想科学也不离开佛教的因缘果报吧。所以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请问极乐世界有没有到第一里面去？有缘就超度，极乐世界的一切庄严也会到恶鬼道里面去，极乐世界的圆满也会不会到你心里面来。所以一个人念佛念了十分钟，念完以后有些人家打电话跟他讲声音，好，等一下，等我念完我才去骂你，
那你们白念了，念完就不会骂你了，念完就会接受这个事情了。你轻薄了，大事可以化小事嘛，因为在念佛。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，爸爸妈妈学佛，结果子女不学佛，请问谁的错？爸爸妈妈的错。你们两个念佛还在吵架，还在那边叽叽咕咕，儿女这个不好，我们的神充满爱啊，啪，再打一下，啪，这叫我们的，你们还计较分别。所以我这样的讲的意思呢，念佛要入心，由你的心表现在你的人格力量。我想就像各位，我们都像一盏灯，这个灯当你念佛的时候代表它亮起来了。请问这个灯亮起来会不会照到世界啊？所以一个念佛，一个诵经，一个持咒，一个修行的人，他让人家感受到的是一盏光明灯啊。既然你把我的黑暗烦恼消除掉了，所以阿弥陀佛叫无量光佛啊。所以那你念佛的人，修行的人，你必须从你身上表现光。就像我们这几天是一个锡克教的司机载我们载了八九天，那昨天圆满了他的工作，他一定要拿着麦克风，他说这几天他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，然后大家不断的给他礼物啊，给他小费啊，然后看到我们去喂鸽子啊，去坟墓去啊，他觉得不错，你们这些人不错。这个叫念佛的人。如果我们大家车上乱丢纸屑啊，不给小费啊，又啰里吧嗦啊，听说这些佛教徒错这样啊，那这样他就种下一个将来对佛法的一种善根这样啊。只是因为他出生在他的环境，他做一个锡克教，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地方，他做一个基督教，这是他的因缘环境。但是佛法必须透过你的人格待人接物表现出来。那各位这一点要记住啊，就像我刚才进来，椅子一定不够，赶快搬椅子。你要有一点直觉，乃至多空几个位置也无所谓。那你要有一个直觉啊，这个直觉是你要放下你自己。如果一直想了你自己，我等一下要讲什么，我很烦恼，我等一下要讲什么，我很烦恼，我很紧张，我不自在，那你就不能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啊。所以各位修行佛法一定要让各位现在这样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还没睡觉，还不错，我要抓住各位啊。你等一下说，我讲到一半有人开始打哈欠了，看手表啊，我失败了，你什么时候下课啊？啊，为什么请人家吃不好吃的东西，真是虐待别人。佛法是个味道，佛法是个煮菜的人，讲话的人，穿衣服的人，你必须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好吃，我想要把你吃掉啊。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很甜啊，很好吃啊，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或许你学佛了，你有个趋势说，师父我跟我爸爸老公离婚了，我想要出家，我说你千万不要来，你连一个男人都处不来，你跟我们处，我们就被你弄死啊。所以有时候他们跟我说我离婚了，我很爱我太太，但是我太太也很爱我，但是我为了要奉献给众生，所以我来出家，这个我们还在考虑，这个人还可以啊。搞了四分五裂，专门搞斗争的人跑来我们这边干嘛？生团叫和和，和和和和从哪里来？忍辱包容，学对方的优点，而不是盯着对方的缺点。所以为了念佛我讲那么久啊，但是这个就是超度。为什么他会堕落三恶道？因为他有贪嗔痴斗争的心态，斗争会下地狱，贪心做恶鬼，愚痴不相信会做动物，甚至因为贪嗔痴造成癌症，造成贫穷，造成官司，种种的灾难。所以话又讲回来，我虽然讲念佛，但是我为什么要讲那么多？念佛的人，修行的人，持咒的人，他必须要有一个圆满的佛性的心态。讲简单的说，念一下，信心，
惭愧心、报恩心啊、皈依心、信因果的心、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、安忍心、空性、念佛的心，无论如何就是一个好人，善良、道德、有智慧。所以要用这个心来念佛，你的心越圆满，那佛的力量越圆满。初一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光是不一样的，假设这样比喻，佛的力量是永恒的100%，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乃至我们的动机不一样，所以展现的力量就不一样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想要消灾啊，想要超度啊，我们这里面没有金钱的交换，一个牌位多少钱啊，坐前面的功德主，没钱的请坐后面啊，这里面没有分别啊，没有金钱的分别啊，没有宗教的分别，所以不是认识或不认识，大家一心一意，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慈悲。所以法会一开始我们就先慈悲啊。有人就问我说，师父是要先供佛好呢，还是要先施食好呢？我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想吧。哦，我先施食，招请很多众生带他来供佛，那也很好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先请诸佛菩萨来，然后呢来引导更多众生呢来得到佛的加持，那也可以啊。我想看你的想法比较重要。所以因为你修慈悲心的人是众生第一，那你修菩提心的人可能你会说啊，那是三宝上师最上美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心佛众生三无分别才是最重要的啊。你就是众生，你也是佛，为什么？众生都有佛性。虽然我们现在是个凡夫，人类六道里面的众生，但是我们的心虽然有烦恼，但是我们的佛性还在不在？背一下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所以你得癌症的时候你佛性还在，你做皇帝的时候佛性也依然在。所以六道众生皆有佛性，这句话我是认为我学佛最重要，所以请尊敬众生啊！你杀我、强奸我、伤害我，那是你暂时的业报烦恼，但是你的佛性呢，依然是我尊敬的对象。不会，我想一个国王喝醉酒打你，你会原谅他？没关系的，国王嘛，喝醉酒嘛，暂时的嘛。一个乞丐喝醉酒，啪，你凭什么找我？你是乞丐。我讲这个很重要，当一个人看不起对方，认为自己比对方高的时候，你就是你把对方看作乞丐。当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点点，所有众生都是我的主人，我的父母，我是来报恩做仆人的，你有佛性，记住这句话啊。所以各位必须从内心里面去了解，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太傲慢或太自卑，对你都没有帮助。佛性平等，给自己机会也要给别人机会。所以我们虔诚的为他们念佛，请问三恶道往生祖先会不会现在去极乐世界？会不会？所以念大声一点，经常这样念啊。这个人现在在赌博、杀人、放火，然后呢很烦恼，你替他念佛，以你的心加上佛的力量，他会不会转换？会的。杀人魔王都可以转换，央杰摩罗杀了999个人，这么恐怖的人，佛用他的月爱三昧，一种月亮的爱啊，比喻这样充满了慈悲智慧来看看他，他的杀人之心就不见了。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佛，也为什么要随时保持佛心，因为这样呢效率，慈悲的效率，慈悲的能力比较高。所以我今天住在上面，给我安排很高，我很喜欢住高，住高我就可以看得远，心量会大一点。每个房子都念一下 Om Mani Padme Hum， 就是大宝广博楼阁，每一个房子都变成一个净土啊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水，
乃至念下来，诸有众生类，在土界中者，行住于地上，在虚空中者，在水中者，慈爱于众生，令各安休息，昼夜勤专精，奉贺众善法，同享诸功德，皆共成佛道。嗡阿吽，哎，你马上要对整个世界啊，整个世界发出你的信。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念下来，爱世界，爱众生，差了一个，爱自己。因为爱世界、爱众生是从爱自己来的，这个爱不是自私哦。我想要漂亮，我想要有钱，不是。佛陀讲的爱是不要让你自己受苦。当你起贪嗔痴的时候，就是你不爱你自己，你不爱你自己，也不可能去爱别人。就像我办了很多事啊，我们有很多什么会长啊、联络人，会有这个脾气很大。我说完了完了，我交给一个杀人凶手啊。因为他用脾气很大去办事的时候，谁都不能得罪他啊！所以我故意取名，我们各地方的协会都叫慈悲协会。他们问我说：“为什么叫慈悲协会？”只要你有慈悲心，我们就有资格帮助别人。但是平常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去助念的时候啦，我们去共修的时候啊，大家就怀着慈悲心来练习，多练习。啊，这个协会就是用慈悲心合起来的力量，可以关心世界，可以关心众生。拥有慈悲心才是如意宝，用一个慈悲心来念佛，来持咒啊，那你的力量大不大？太大了。所以用悲心来生活，吃饭、走路、穿衣服都要想着众生，有没有饭吃，有没有衣服穿。当你吃药的时候，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当你被欺负的时候，当愿大家都不要被欺负啊。我希望我能够承受对方的苦，众生的苦，希望大家快乐，用慈悲心来接受烦恼。所以，那你要把慈悲心灌入到你的生活、生命里面。哪一天我们会生病死亡的，因为我们也是怀着生慈悲心来生病，那时候快不快乐？愿所有的病人都赶快好，愿所有的医生都变佛，来帮助众生。哪一天要死亡了，怀着慈悲心死亡，请问怀着慈悲心死亡会去哪里啊？哎，如果你有信仰，会去净土；如果你没有信仰，至少会去上帝的梵天的地方。啊，你会去佛的净土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重点。我想在这一点，像我们不应该一直在金钱上、外在的物质上面、外表上面去做功夫。请问慈悲的人漂不漂亮？最美最庄严。一个人就算你穿金戴玉，穿得很漂亮，但是人家知道你这个人不太慈悲啊，或是你让你家人感受不了慈悲啊。上回有一个老板很有钱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在别人面前人家都叫我大老板，回家以后我老婆对我不好啊，给我这边，我在他面前没用，叫东叫西，我觉得我过得不快乐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可能你对待你老婆不好吧，啊，你认为你在外面赚了很多钱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你的人格他不佩服你啊。”我永远都记住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要出家的时候啊，我就很认真的那两年在家里，包括我的同事，我公司的这些股东同事，我都故意对他们很好。为什么？他们要投票表决我可以出家，我才要出家啊。虽然他们很多人不要我出家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心里觉得我这个人如果去出家很好，只是他不舍得我出家而已。我一定要从他们内心里面要认同我的思想，我的人格心态。至于我修什么法，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修什么法，但是我只是觉得一个想要修行人，至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别人欢迎的人，别人不讨厌的人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那怎么做？不是我每天在那边看经典，不是的。我在公司我就提早他们
去公司帮他们把门弄好啊，开始帮他们擦黑板啊，弄桌子。哎，老板呢？我以前是11:30才到，吃个饭，下午去打麻将，晚上应酬又长喝酒，然后这就是我做生意啊。为什么？靠着福报在赚钱，不是靠着我的能力啊，因为我的能力都用在赌场里面啊，我连玩股票都觉得很痛苦，那不是我控制的啊。所以那时候后来我修行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买一个草席。买个草席干嘛？到公司睡午觉，躺在地上，然后先把公司弄好，开始服务他们。在家里我就负责，我老婆不用，我跟她讲，你不用洗衣服了，我会了，洗衣机丢下去就 OK 了。洗衣机是不会吵闹的老婆了，不是洗我的衣服，洗全家的衣服啊，因为我要开始修行，要开始让家里的人认同我啊，变成一个最孝顺的儿子，最尊敬我岳父岳母的好女婿，最爱太太的老公，最爱儿子的爸爸。我这样讲，各位记起来啊，下回你要出家把这个成绩单拿来啊。因为如果一个小小家你都服务不好，你小小的公司你都弄不好，跟人家合不来，你说你要去度众生、爱世界、爱众生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啊，你的人性上可能有一些问题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们讲念佛是要让佛入心，你就会产生力量。甚至有人跟我说，师父，那你帮我查一查，我有几个堕胎胎儿，我已经修行很久了，我念经也很久了，我要参加什么学会很久了，结果我有一些菩萨会看一查，3个堕胎。我还问他，真的3个吗？师父好厉害，你怎么知道3个？不是我好厉害，是那永远都在你身上。那你说你修行那么久，你为什么连个3个堕胎胎儿都超度不了？你还在修什么菩提心哦？啊，你还在修什么伟大的理论哦？还要修什么大圆满大手印在这边冲哦？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连小小的你自己亲自的冤亲债主胎儿，你都感动不了他。你怎么去所谓超度众生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用一种分别心在修行。我现在加行，那天有两个居士师父跑来找我，我已经拜佛10万拜了。这样，我说来来来，10万拜，外面人很多，你就跪在那边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去跪几跪跪跪几下就好了。拜佛10万拜是要消除我慢。从内心里面尊敬众生为未来佛，而且呢，累积广大的福德资粮，让我成为土地的奉献者，像国王一样。这个国王是要奉献这个土地的。如果你拜佛，你认为你在数字上得10万拜，那我赢过。还有人问我一句话，让我无以回答：师父，请问你4加行做完了没有？我怎么回答呢？我真的没做完呢。因为我回答没做完，他会看不起我。那我回答说我做完了，那我不骗他吗？那不行。我只跟他说，我们的家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吃个饭、倒个水都是家行啊。这是我们汉传佛教，我们叫毗尼律要。你每天要洗手啊，要洗脸啊，穿衣服啊，要上厕所啊，都是一个菩提心的家行。啊，都要会念，当愿众生，上厕所的时候捐除去贪嗔痴，捐除罪法，看到老人啊，希望他消除病苦，离诸乖真，都要记得念，因为你不念，看到一只狗，当愿众生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。那你要每次每天要修几百遍，从早上睡醒到晚上睡觉，每一个动作都是个加行。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因为什么？你没有脱离现实人间的家行，所以你才不会放弃这个世间，去追求自己的高傲。我修的法比你高啊！所以，当你认为这个法比这个法高的时候，你已经是知见有问题了，没有平等心了。
对感冒的人，感冒药最重要，不是哪一部经啊。所以我认为各位在这一点，那你必须透过你实际的生活去了解，也透过众生的需要去给他需要的东西。你不能说哎呀不要执着万法皆空，哎呦现在生病不要执着万法皆空，现在就还没死啦啊，他应该给礼物就给礼物，他应该给温暖就给温暖，要送花就送花。如果我来到，我昨天来他们门口拿了花拿个哈达，至少我还想说大家尊重佛法谢谢，他们也说师父不要执着自己进来吧那我们佛教就毁了，不要造佛像啊，不要什么供养啊，不要什么礼忏啊，什么都把它消灭掉就算了啊。所以各位呢，智慧不离开方便啊，所以心诚，那当然身体就恭敬嘛，对不对？对别人的尊敬，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尊敬别人？只看到对方的优点。一个人为什么看不起别人？耿耿于怀对方的缺点。但是缺点的背后都是佛性，都是空性。所以请问我们这些众生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？可不可以成佛？没有问题，我们用一心来为他们念佛啊，不但是为这边，这里面的牌位啊写了很多很多地方的，所以我每天在房间啊我都会一直写牌位，我就一直想啊，因为你要跟世界接触，所以各位不要不看报纸，不看报纸代表你没悲心，你随时也很想知道你妈妈现在身体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吃药有没有用？那你要看报纸，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哪里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那你要找出佛法来对治它啊。哦，法国巴黎欧洲的高气温怎么办啊？那是一种嗔恚心，一种抱怨而来的，所以我要发愿，这个叫自我功德力，从今以后不起嗔恚心，不抱怨，然后要祈请佛力，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最好赶快下雨，哦妈呦啦地兰地萨婆诃，请孔雀明王来下雨啊！而且也希望当地的老百姓碰到日光的时候有一种反省的心态，然后呢阳光可以转为不动佛的加持，念一下诸缘不动无嗔大悲佛光普照南无不动如来，所以这些阳光就马上转为清凉，变成一种超度。所以我们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们有关，我们今天讲爱世界爱众生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何必这样做？我过得好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一种责无旁贷，叫责任。所谓大乘佛教是所有世界众生的生老病死离苦得乐是你个人的责任，不要依赖别人的承担啊！你要承担起整个法界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，所以你要去了解它，接触它，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所以那为了这个事情，所以各位要经常去写牌位，只是一个代表了，怕你忘了。而且祈求大家的力量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有个佛性，用这种菩提心、慈悲心来念佛，这里面有100个人，有没有100尊佛啊？不止100尊佛，因为呢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一个人发起的一个为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心，十方诸佛会不会来加持？十方诸佛皆欢喜，意念就像意念他的眼睛一样的守护着我们，诸天也护持我们。一个人发心，所以我师父呢，在我在家的时候，我要出家，他就给我告诉一件事：如果你要出家，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事情就是出离心，你对世间的爱染放下了没有？啊，第二个就是菩提心，所以我师父特别为我讲《优婆塞戒经》，讲菩提心大宝基金，他要我去以菩提心去受戒。但是菩提心的基础是出离心，你对世间，特别钱呢、啊，因为我是个生意人呢、啊，然后呢，我也有漂亮的太太、小孩啊，
我这个人又爱钱，爱赌博。我不是喜欢花钱，我是喜欢输钱。赌博从来没赢过，啊，但是觉得这个对自己好像，我就在折磨自己，这样失去了，然后看自己能不能风度很好，啊，都在跳楼的边缘，这样啊，保持平静，平静，而且事情这个输光了还不能让家里知道，这样，因为我赌博都用我的私房钱。对不对？对家里所有的这一点，各位，男人好赌可以，你如果爱赌，但是你不能影响到任何人，公司的财产、家庭的开销，你能够不影响？所以我很厉害，我赚的是两份钱，应该讲三份。我太太那边一份，她觉得满足了。我自己有一份赌本，另外一份呢，是我对父母兄弟的永远，因为我觉得女人呢，我顺便讲。我如果给我爸爸妈妈兄弟钱多一点，他们心里就叽叽咕咕。你们家四个兄弟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拿最多？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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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说，不然他的名字不叫女人。我之所以娶我太太，这个原因也超越这个。有一次我开支票90万台币，那时候刚好那一天赚了90万进来，我就开支票90万要供养我师父盖寺庙。结果我过去的太太拿了这支票以后，她把那张画擦擦，我想天哪，叫我不要布施啊！哇，这么狠！结果她又开一张100万，她说要么就凑100，佩服，我赚90万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开100万，哎，怪不得你做我太太啊！我佩服你，她比较男性化，我的太太比较男性化，个子跟我一样高。外表比我漂亮，啊，但是唯一的缺点，他就是太爱我而已了。对，我是他生命的弱点。为什么？你执着，你就会痛苦，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各位在这一点，我这样讲是各位，你要把你的修行做给别人看，你不能孤芳自赏，啊！你不能反正我是修行人，你管我头发洗不洗？啊，你管我衣服好不好看，你管我走路好不好看，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是佛以他的身口意的各样的圆满庄严来度众生，穿衣服走路写字。很多师父不要叫我写字，我写字很丑。你没修，没修就好好念啊。师父我讲话不好听，你没修，因为你要成佛，身口意三圆满无过失，你才能够成佛。所以成佛很有意义的啊，三大阿僧祇劫的精进很有力量的。而且这些资粮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一切的造的业，这个业的力量会不会跟着你？永远跟着你。不要让恶业跟着你，但是我们要照进所有的善业，回向众生，变成一种敬业庄严，生生世世跟着我们。就像我回来英国，我认为我在英国投胎很多次了，然后呢，反正回来就是要来还债的，也来累积功德的。过去带他们念耶稣基督，现在改成念佛陀，这样啊。所以如果升天呢，已经升天，还没有升天呢，我们直接带他去极乐世界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我也记住我自己了，因为每次跑来跑去会有一些变化无常，但是呢，这个变化无常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灯如果亮的，自然就有光，这样。所以各位，你最好在头上点一个灯，然后一生气，哇，它就熄掉了啊！你洗心中，你嘣，它又洗掉了，这样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在修啊。那事实上，这个就是自我观察力。自我观察力就是一个有觉性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是亮，什么是暗，什么是无明，什么是智慧。你要有那个觉性，这个觉性就是我跟佛的心、身口意是一样的，这个叫觉性。不然你就是迷。所以各位要保持一个觉性。那这个觉性，当然你多看经典，佛怎么想，佛怎么做，佛的功德，佛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，
你念地藏经，那你要认为你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愿生口意，这个也是个觉醒。你念阿弥陀佛，那你按照无量寿经保持我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的觉性，这样就好。这个觉性就是你的法性，就是你本来的面目。但是你离开了这个铁轨，就像火车离开这个轨道，它就会撞到人。那各位要在这个轨这个法流里面，不能有我执法执。我执就代表我喜欢我讨厌的贪嗔痴，法执是对境界对所谓的法的分别，这个法比那个法高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你就帮助不了他们。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回教，有没有宗教，任何有情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任何法门，从念佛、持咒、诵经，世间的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人工智能，这个世界的方法都可以拿来变成佛法。懂佛法的人，万法变佛法，你没有分别，所以你每天就是活在一个佛法的世界里面，那你要保持这个状态。所以一离开了拉回来，这个叫修行。修行不是我们应每天都这样念一下，应无所住而生起大悲心，我们不是每次都在这个状态，但是至少随时调整，调整到哪一天完全都不会改变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无生法忍，大悲不退。这就是我们劝请众生包括自己往生净土最主要的目的，而不是说净土好，哪一个净土高，哪一个净土低。我们的动机是要达到一个绝对无生法忍的智慧空性，以及圆满帮助众生永不退转的能力，是为了这个，所以才要去净土。那你既然为了这个，你现在就要开始努力了，你不能说等我去净土再说。现在我们努力不是100分，但是至少念一下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我用菩提心来放生，我用菩提心来念佛，这个都是所做的一切都回向众生，回向成佛，来广修深信因果。所以我想各位所做的任何一个功德都要回向众生，回向成佛啊！所以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广做一切，当然在做的这个福报还要念下来读诵大乘。那你不能够离开佛的菩提心或佛的教法啊！不能说我只喜欢读地藏经，我对其他经没联络，没研究，没什么兴趣啊！有时候各位要惭愧心，像我自己看某一些经典看不懂，惭愧，因缘未到这样。但是我先看我做得到了啊，我先去做，那看不到不会做的那一段我跳过去，后面能做的我就做。我就像我看到金光明经，我以前也不太放生了，因为人云亦云，别人跟我讲，对，放生不太好，迷信啊，执着功德啊，如何如何。那我看到金光明经，哇，这金光明经讲了这种放生的鱼虽然死掉了，这些鱼就变成10000个天神护持这个国家哎。啊，在放生的时候，他居然把他流水长者子把他全家的饭菜都布施给鱼吃哎。啊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以前批评放生。啊，甚至你要看看金光明经，哇，供佛在天，虽然我们拜佛，但是这些天神事实上都是发菩提心的初地二地乃至到十地菩萨啊，没有这些护法善神，那也没办法成就佛的功德啊。所以那既然看了就要去实践啊，所以发菩提心广修功德，以菩提心举众因，希望回向佛果，所有众生成佛，然后呢要深入经藏。不但如此，各位不能光研究，你想半工半读，你要开始，像我吃素以后，我就开始在家，我就影响很多餐厅吃素。我故意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很有钱，我每次就是带全公司的人或很多客户指定那一家咖啡厅餐厅，哎，我们这边吃素了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没有煮素，哎，
你们餐厅气氛那么好，我教你们，我请别人教你们，啊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哎，他们也会煮得很好吃了。慢慢慢慢，我又故意常常去吃，带人去吃，他们的餐厅里面就至少挂一个牌子，本店提供素食，而且会煮了，啊，包括卖茶的也会提供素食。为什么？你如果不让一个荤食的餐厅改为素食餐厅，慢慢走这条路，那你就是没有菩提心，没有劝进行者。啊，就算他永远不卖荤的，那我也会跟他说，那你有十桌啊，以后你干脆保留一桌，我们这个叫素食区、素食桌，初一十五，那就有人来给你吃，我还故意打电话请客，你们到那边去吃。啊，让他觉得初一十五都有人来吃呢，晚上吃素有希望呢，因为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。啊，所以慢慢有人去那边吃素，他就有一点福报。现在还懂得教他们施食，所以各位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会做。也就是说，各位你虽然学佛了，你要有那种热忱，就像我现在拿着麦克风，就像在市场卖膏药的这样，咔咔咔咔咔咔这样一直讲啊，然后呢想尽办法啊，然后你要有那种热忱悲心，引导他们也来学佛，而且学佛不是学你的法门，而是他要健康，我们给他健康的方法；他要发财，我们给他发财的方法。从世间法，他已经有信心了，他相信因果轮回了。进一步，慢慢福报够了，你才有福报而不执着福报。再给他讲相应解脱的，念一下苦集灭道。啊，佛陀讲的四圣谛，世间的苦啊，苦来自于无明贪爱，消除无明贪爱，你就可以离苦啊，那你就要修道，勤修戒定慧，一步一步。然后呢，实践八正道的生活啊，但是个人解脱还不重要。我们华人都很好，希望爸爸妈妈健康，希望祖先超度，对不对？希望先生平安，希望小孩子，像最近要考试了啊，我的微信可爆满了，每个人都要我祈祷，希望他儿子考上，别人不要考上。这样很少写说。很少写说希望大家都考上，他们说师父你一定要加持我儿子考试顺利啊，这个给我压力很大，万一考不上还怪我，考上就马上包红包来，人民币1000块啊。但是我认为我也不会反对，我都会祈愿这个人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对所有的考试的学生跟考试的家长升起一个善念佛心，希望他们考试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顺顺利利，没有障碍；如果你考不上，更努力，下次再考，这样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顺境逆境都成为他学佛的助缘就好了。但是就给我一个机会，去为他们助念，生病也好啊，超度也好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当然念头最重要，因为没有对方啊，你就生不起这个念头。所以劝进行者，那现在有网络，各位应该利用网络去接触众生，了解众生的苦。所以我老实说，我在微博里面有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，吸毒，她是个妓女，她是个同性恋，我觉得这些生命的经验啊，对我帮助很大。那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去监狱，我特别去这些监狱啊、舞厅啊这些比较痛苦的场所，因为一个人修大乘佛教没有生命苦的经验了，多方面的经验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慈悲啊，你的慈悲是有限的啊。我们要达到无量心愿诸有情，那你要去接触它，以及这个社会现在的共业现象。所以我想各位住在英国，想到各位比较有国际观，英国也好，欧洲也好，中国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马来西亚，每一件事情你稍微都要去了解一下。而且这个地方要选总统了，那个地方要选总理了，那个地方又有一些抗争呢，都是你关心的范围啊。所以但是关心的范围有时候你会没办法马上跟对方沟通，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来以心传心，以心传心啊。就是最近德国总理梅克身体发抖
对不对？我就帮他调查，也问医生，医生说他这个压力太大，又加上更年期，啊，再加上另外法师说身上有冤亲债主，那我多方面都帮他做。那你会说，这个没课跟你什么关系？老实说，我认识几个法师，我一问，他以前都做过我的亲人。我现在已经不用问了，反正我注意到了这个魂墓碑，我多看两眼都跟我有缘。我现在已经不用问了，所以佛陀要我们念一下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大慈大悲，帮助众生。那天我们到爱丁堡的一个魂墓区，想要做烟供，但是那个是在市中心很难，但是魂墓他们有一间一间像房子一样，我们就跑到一个最阴暗又通风，给它烧火了，这样门口要站两个我那边保镖，万一人家经过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结果烧了老半天，哦，终于做成功了。那烧完以后，哎，墙壁有一个脸的相片，我就看这个，鼻子跟我一样尖尖的有缘，我就给他拍个照，拍个照，结果呢，以前是我的祖父啊，不然我就不能来这边做，而且他们做，哎，他这个祖父呢，现在就得到这个佛法的资粮，他去净土了，啊，将来他就可以学佛了，这个叫缘分嘛。不然这么多坟墓，我就这个刚刚好，啊！而且那边做得很不错，所以医生也好，坐在哪里也好，像各位会讲英文，我不会讲英文。好在我不会讲英文，不然我不讲死了，啊！所以，但是各位会讲英文，那你应该用英文跟他讲佛法，啊，讲他喜欢听的。一个人要开智慧，一个人为什么智慧比别人高啊？很简单，很热心的关心别人，那你就会开智慧，知道吧？一个人只关心自己，或是成功失败，你的智慧是很狭隘的，很孤立的，这样记住哦。所以原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大智慧，是来自于你愿意承担所有众生的苦，以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个实际行为，所以你才会开无量智慧。如果你只关心你自己的法门，关心你自己的宗教，关心你自己的上师，关心你自己的道场，这一点你要小心啊。所以佛教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让自己归属哪一个法门，因为法门是个方便，在不一样的时间要修不一样的法门啊。归属哪一个道场，这个一定要小心啊！但是如果当然呢，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前，他们在山里面没有交通，没有什么，反正他一定要求对他上师要忠诚。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变了啊，这个社会我们学的大乘佛教，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、社会关系，你要学的是万法。所以我的师父啊，非常好，我师父常常跟我说，你要多跑啊，像我们这块布，这是按照华严经有53条线，代表你至少要拜53个发菩提心的上师法师，包括他是个在家人，所以善财童子拜访的有航海家，有做烟的，也有妓女啊，他们都视线各种不一样的身份。所以各位看一下善财童子在普贤恒愿品里面，所以他如何去学习发菩提心，但重点是他已经发菩提心了，但是如何去行菩萨道，他要去问嘛。哦，原来做航海家，哦，原来做个法师，做个皇帝，做个修行者，做个一切事，做个出家人啊，怎么样的去发菩提心？那意思是说，那每个人都用不一样的身份去发菩提心，去学习，去了解，而且要针对当时候的需要，用当时候的环境来转化为菩提心。就像我们今天用一个饭店的一个会议厅，那我们这边现在是不是一个道场啊？是，但是短短几个钟头也够用了。
但是各位，这个佛法深植在你心里面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啊，我现在我跟别人的特色有一点不一样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？我这个人只要听到真理一次，我永远不会忘掉。啊，这是我最大的特色，也是我师父师公给我讲的。他什么时候给我讲哪一句话，我都背着。包括我师父师公，包括我爸爸现在往生了，他给我讲的任何一个有句有用处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，自然在心里面。所以各位要做一个像海绵一样去追求真理的人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不要天天就待在你的家里，待在你的范围，然后不去关心。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说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带着这1250位阿罗汉这边晃来晃去？人家已经证阿罗汉了，不用晃了。啊，因为佛陀要让阿罗汉去看世界啊，也让世界来看僧团啊。愿阿罗汉能够发起成佛的菩提心，而不要在个人的小乘的解脱的状态了，这样对世界没意义。佛陀是为了让众生成佛而示现的，阿罗汉是一时的修行的方便。所以同样的，各位也应该啊多参访列国啊，也不要光喜欢的地方，越贫穷的地方也要去看，进步的地方也要去看。就像我到德国去，那时候我们去参观哦，这个 BMW Benz 哦，要参观 Google，这些他们怎么作业的啊？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历史你都要去了解，只是这个了解不是为了考试，我们以前在学校是为了考试，为了成绩在了解，现在是为了融入于对方，帮助对方而了解。印第安人，美国，像我下个礼拜要去美国了啊，美国的历史从印第安人到独立，然后呢到怎么样，你到全盘的了解。美国现在有1/3的非裔的美国人，甚至美国有很多现在这些没有家住的啊，这些流浪汉，甚至美国有什么高级的地方，哪里都要去了解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来念阿弥陀佛好不好啊？所以请各位记住，为了念一个阿弥陀佛，师父还真啰嗦了。意思是说，我每一件动作，我都有一个佛法的正念来支持我这个行为，吃饭、走路、穿衣服，都有它的目的。啊，就像我今天要上台了，我这个衣服就要赶快，虽然几天没洗啊，我们在外面不方便啊，又没人会烫。啊，有哪里脏掉了，弄一弄，哪里脏掉了，脸珠、胡须什么都弄好了，因为让别人看到佛法的清净嘛，啊！而且各位，你听我在讲话，我手上比来比去，免得荧幕前太无聊了。这样不讲话了，这样静静，脸也没笑，没眼神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没看都睡着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卫星直播啊，全世界都在看，所以以后各位知道这个了。你要参加法会。我们现在的法会完全都用卫星直播，一部手机就是道场，传八关斋戒、拜忏。7月6号开始，美国短期出家，要不要参加？在家里 OK 啊，你就手机拿出来，跟着三皈依、五戒、菩萨戒，对不对？因为重点是心态，你要利用现在的以心传心，大家心心相应就好，相信。相信，你相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没有在这边？你相信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没有在这边？永远背这句话来，弥陀在我心，弥陀在我心，此地是净土，此地是净土，念佛当下是佛，念佛当下是佛。对，所以把地狱念成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啊？把鬼道念成佛陀的化身，他们马上就坐在莲花了。所以一切唯心造啊，所以你要掌握你的心，你就可以改变世界，爱世界，爱众生，来自于爱你自己，让你的心安住在佛性，安住在念佛啊，那世界跟众生就会改变，世界变净土，众生变阿弥陀佛，
他就超度了，他就离开烦恼病苦，离开忧郁症了。以这样来改变自己。不过我还是要交代，请各位多问别人，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因为我才不问他了。事实上，他最了解你，敌人是最了解你的。啊，但是你要度你老公，你改变了，你才可以度他。啊，你不要一直讲他缺点。你要度你儿子，你改变了，你就度得了他。但是宿世的因缘，你总要去圆满这个缘分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师父我要出家，我来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可不可以说可以？你债还完了，度完他了，你就自然出家。啊，没有他同不同意，这两个是决定在你自己。你自己的决心，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种种的功德，对方虽然不舍得你，但是对方心里了解。这个因缘到了，他会祝福你。如果你是真实在修行，他将来就算这辈子不能理解你，下辈子因为你而他到极乐世界，他更感谢你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点，我想你还是要透过周围的环境来了解自己，不能舍弃你这个周围的环境。啊，所以你住在伯明翰，因为你经常在修行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。你也感觉到伯明翰因为你的存在而开始有一点进化了，那这个对世界就会产生力量了，慢慢慢慢慢扩大，你越有信心，越有悲心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就越大。所以学佛不要批评世界啊，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让我们更相信佛法而已。这个世界本来就五浊恶世，而且是个善道，如果你去鬼道、地狱道，那就不批评不完了，啊！所以不要去跟这个世界搞对立，不要去公开批评社会、国家、制度、人、事物，啊！一切在你内心里面，你心清净了，一心念佛，世界就改变，对方也会改变。不要因为对方让你起烦恼，不是担心就是烦恼，那你又离开觉性、佛性了。就算你来出家也没有用，因为出家只是理光头，而佛法却在心里面啊。所以我想大乘佛教不分在家出家，只要你能够一心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就能够当下得到自在。所以各位，我讲那么多，我们现在自己大家都变成阿弥陀佛，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，普照整个六道有情法界众生。好，大家合掌，来以大悲心、菩提心，自己变成一个阿弥陀佛的代表，愿众生离苦。来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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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净土，上报父母祖先恩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
上报世界各国家领导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所有动物苦，回向所有流产胎儿，所有苦难友情，所有病苦者，贫穷者，业障者，同享功德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那各位经常这样念佛好不好啊？那个时候哎呀，什么都痛苦都没有了。但是你不能说，师父我念完以后我膝盖还在痛，怎么没有用？那就代表你没有在念佛，你在念膝盖啊。虽然我们念佛，但是我们接受业报，因为这个业报是帮助我们念佛的助缘。哪一天你念佛念到突然断气了，那不是正好吗？刚好往生净土啊。所以各位不要在乎世界的这些生死变化，活到三十岁往生净土，还是活到八十岁得癌症而死，你要选哪一种？对呀、啊，对不起了，还没结婚哦，怎么？啊，你不能执着世界。往生净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就是执着，放不下，有所求。就往生净土最重要是要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无常了解，能够接受它的变化无常，但不执着它。我们来这个世间来还债的，好不好啊？来报恩的，来还债的。当然也有人对我们很好，哎，我们来报恩；对我们不好，我们来还债。啊，因为没有人对你不好，你怎么修忍辱空性啊？对不对？你才会有起心动念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还有一个我在生气耶。啊，我要借这个机会来净化这个我。所以念佛要接受一切，所谓这个厌离心，佛教喜欢讲空性，那就是平等接受，无有分别。那我们要保持这个心态。但是如果你有分别心或是对立心，我怕对方对不起我，那你这个念头就会招感很多对不起你的来找你啊！不要惹我生气，不然我会报复你。那你这个嗔恨心呢，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，那你来的都是嗔恚的人，嗔恚的事情会让你恶性循环。所以心念改，世界就改。你用一个原谅、包容、慈悲，来的人都要来原谅你，来包容你，来对你慈悲的人。所以各位，从你的世界，从你的家庭，从你的儿女朋友，看看你是什么人，也很容易看。但是念头改，世界就改。所以各位刚刚这样专心的念佛，对我们有帮助。如果你再读一遍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哇，你更有印象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你又专心的念佛，这个就是佛法。世间你要随顺因缘，他已经生病了，他已经这样了，他已经变成那样，你操心担心都没用啊。很多妈妈就是，师父，我儿子帮他加持，你一定要让他考上学校。我说有一种不用考，佛学院。因为他保证考不上了，他这世间都考不上，佛学院他可以考上，不用考，他愿意来就不错了啊。但是他有一种主宰的心态，我一定要我儿子考上，用多少钱我都要让他上，这个就不接受。你这样来念佛啊，佛就加持不了。如果我念佛，我接受他考上，我也接受他考不上，虽然他考不上，他认识了一个念佛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会安排的，这个考上不会学佛，不要让他考上。这个考这个学校会学佛，让他考上。阿弥陀佛会不会安排这个？你娶这个老婆，让你不学佛，虽然漂亮有钱，他叫你离婚，代表你念得不错啊。你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他会让你学佛更认真。阿弥护法就是忙这些事情的。
护法不在乎世间的快乐痛苦，护法在乎的是你最后会不会学佛往生净土。让你成功往生净土，那让你成功；让你失败，你才会念佛，那让你失败。如果你在世间成就很高，我是个博士，我赚很多钱，完蛋了，你要下地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到这个地位，你就会不择手段，一直想要在网上，那护法会让你失败的。就像我一样，永远赌不赢，我才会放弃。如果我赌博会赢，我就不会放弃。然后这个放弃还有个助缘，我放弃赌博是在日本，我在日本住了好几天，一个人住在那边，因为我要照顾一下团体，我还故意住了最高的地方，底下还看得到那些旅行团他们吃饭的地方啊，因为我顺便要过年嘛，团体多，结果在那边待个一个礼拜啊，我发觉晚上很无聊啊，然后去打帕金狗。也很无聊，这个跟铁珠子玩不好玩啊，就这么一直思维这些道理，后来想哎呀不要赌了啊，这没意思，所以你自然有那个助缘啊，所以那时候想一想以后想通了，所以我去泰国北部也住了十几天，要去吸大麻，我们十二个有钱人要去那边，一人一个最好的套房，天天晚上给你安排不一样的小姐，然后你去吸大麻，然后我在那边住了几天，我也开悟了，不要再碰女人了。有一个最漂亮的小姐一进来，哇，好性感，嘣，电停了，乌漆抹黑，我又怕黑啊，然后那个小姐就变成一个亮亮，我就喊她乖啊，我都吓坏了。等那灯亮了以后，我拿了很多钱，钱给你，你赶快回去。后来我跟我师父说，师父我看到鬼了。到后来我认识我师父说，鬼还会发亮，你乱说。啊，我想对呢，鬼怎么会发亮？我说那是菩萨示现给你看，妓女也是佛菩萨给你一个助缘。啊，那个时候你才会再去思维这个问题，思维这个问题以后。我就决心了，哎，我这辈子不再碰女人，不应该这么做。所以我认为这是因缘到了，啊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善根，有一个好的善根，那我去泰国我还有个好处，我很喜欢到泰国拜佛，而且以前泰国很穷啊，我还跪在四面佛面前发愿，我要让泰国有钱，我一个月要办300团进来泰国，真的，我一个月办300团，我用最低的价钱招更多的团去泰国去花钱，我要让泰国赚钱，我发这个善愿，结果等我300团拜完，我就被总公司开除，这样，我差一点跳楼，我这么忠心耿耿呢，后来学佛了。才知道哦，原来他们去泰国都去做坏事了。他不让我去圆满这个事情。后来我因为被开除了，我才可以转到另外一家台湾一个最最高格调的一个旅行社。那个老板娘是个佛教徒，进去公司的人初一十五都要跟他去拜佛，这样吃素。所以我在那边学了很多很多。所以没有这个缘就没有这个缘，我才懂得哦，吃素是什么意思？初一十五吃素，啊！后来我才知道说，那个老板是我过去时的爸爸，所以他从我刚进去就一直培养我到他的核心，对吧？后来我出家了，他太太就往生了，他太太往生了还交代他女儿说，以后一定要找那个海涛师来渡你爸爸，只有他可以渡他，因为他只有他疼我。他没有儿子，就我这个过去世的儿子来，所以我可以渡他。后来他才帮我在新加坡开了一个中心，我在新加坡中心从他爸爸开始的，慢慢的越，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啊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只要你一心念佛，你接受安排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因为好的不见得是好，坏的不见得是坏。念一下，一切随缘。对，你要随缘的，但是把一切交给三宝，也相信业力，
我们自己断恶修善，相信因果，相信这个业力，但是佛力无边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来一切平等对待众生，这个叫大悲心。大悲心必须平等，所以希望各位，你很爱狗，请你不要杀老鼠啊！你很爱狗，请你不要用牛肉给它吃啊！你很爱你的胎儿，尽量不要用牛奶给它喝。人家牛妈妈也有小孩啊，小公牛生下来。所以我这个人我很福报，我没有喝牛奶，我从小没有喝牛奶。我妈妈说生到我是老三，没有奶水了。再来，我碰到牛奶就拉肚子，所以我是吃古时候台湾叫米糊吧，对不对？一种米做的吧。所以很多人我说不喝牛奶没营养，你要听佛陀的，你不要听赚钱的人的话啊。而且这两天我们李志雄跟我说，师父，小朋友喝的牛奶一定加鱼油，小朋友的婴儿的奶粉一定有加鱼的油啊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够营养，才可以开发脑的力量。所以我觉得我这辈子头脑不错，好在我牛奶喝的少。所以我想科学家讲的跟佛陀的道理，各位你要相信，慈悲不可思议。那现在有很多婴儿的植物奶，所以因为我们最近我去爱丁堡，有一位居士，一个小孩，他那天我说，师父，我喝牛奶，我女儿一直拉大便，我说你给他吃植物奶试试看，如果他不会拉大便，代表他跟我小时候一样，你放心啊。而且这边也有在做嘛，所以我想各位要有对佛法要有信心，所以要平等慈悲。现在我觉得英国也好，德国也好，太不错了，很多很多素食 vegan， 对不对？只是这边因为他们没有佛法的观念，有些 vegan 还加葱啊蒜啊。像我最喜欢吃沙拉，那一天去看那个椰子沙拉，哇，天哪，太好了！准备买回家一看，里面有蛋白，啊。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边已经开始了。但是我们一个佛教徒，应该叫让人家真正的吃素是什么？葱啊、蒜啊这些不圆满，鸡蛋啊，这对母鸡、小鸡不公平。不公平就不叫大慈大悲。所以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养了将近3000只的狗，全部都吃素，因为它关在里面，它让它吃素啊。啊，但是因为你不会妨害到它的营养，因为所以很多人跟我说，你们吃素身体没力，没力，人家犀牛大象吃什么的？啊，人有很多借口，这个叫知见。犀牛、大象、长颈鹿就是吃草了才有体力，身材高大，才不会天天睡觉起烦恼，想要咬人，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观念你要记清楚啊！你希望清净，这个身体是你的道场，是你的法器。这个身体不清净，你怎么修行呢？你打坐的时候，那些动物就开始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喜欢打坐要注意啊！你不忏悔，好好的忏悔、持戒，你打坐问题就来了。比如说，你身上有两个堕胎胎儿，你打坐看看。你要解脱，你要快乐，他们就痛苦，他就开始让你身体不舒服，让你精神出问题。而且堕胎胎儿，你不理他没问题，他理你小孩子，让他感冒发烧，让他精神出现问题。光堕胎胎儿是如此，何况是一个肉了啊！所以各位，你要讲慈悲，那你就要修到平等。你不能对 A 慈悲，对 B 不慈悲，众生平等，你怎么对待你儿子的，你要这样去对待所有生命，包括所有人。甚至佛教优婆塞戒经还写得很清楚，只有一颗解药，你儿子中毒，敌人的儿子中毒，那只有一颗解药，只能救一个人。如果你是修慈悲心的人，你发愿修慈悲心的，这个药只能给你敌人的儿子吃，
这才符合悲心。悲心是利益众生 而放下自己。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很自私，想什么都是自己儿子、自己先生、自己太太，很难修行啊。那佛教不是叫你放弃，你要以爱儿女的方法去爱所有生命、所有动物，那就对了。你要故意训练这样啊，这个叫长养慈悲，你要去培养，不然这个执着的爱会让你放不下啊，会让你没办法体悟空性。所以你多念佛，多持咒，因为求佛加持，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烦恼障碍，所以呢我要多念佛。那你要发愿，愿佛让我大悲平等，愿佛让我断除烦恼。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，你用自己的分别心去搞自己，那你还是自己，你没有相信佛的力量。我们修学佛法最主要是信仰的力量啊，你对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对药师佛，你对地藏菩萨，要有100%的信心，完全把自己毁灭掉，可以。啊，这个我是一个邪见，所以要调伏，要颠覆它，要消灭它，要断我执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开始修行，你就要开始，我放在最后，别人最重要，不能我有我的想法。如果我有我的想法，虽然我是正确的，这个还是法执。为什么？你首先就要配合别人啊，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别人在聊天我要聊天，别人在讲话我在讲话，别人打坐我要打坐。你要开始练习，就像我们男人当兵，我们在台湾的男人没当过兵，人家不嫁给你，说这个男人没用。这个当兵就是很累了，当兵只讲服从，强烈的服从，叫你蹲下你就要蹲下，叫你站起来就站起来，然后你站起来说你怎么蹲下，我说我站着啊，我叫你，然后我就蹲下去，然后就每天都搞来搞去，他就让你把你那个，你就决定服从，我说黑的你就要讲黑的，你不能没有啊，明明是白的啊，啊，你不这样，你那个强烈主观意见去不掉，强烈主观意见去不掉以后，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？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佛法，那不很可怜吗？用自己的想法来念阿弥陀佛，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，十个人念佛为什么十个观念不一样 啊因为含着毒在念佛，就含着烦恼我执在念佛，因为没有一心，没有全然放下。所以有一句话是，来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，你要圆圆满满，不是这一辈子的生命，我们叫归命阿弥陀佛，归命佛法圣三宝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敬畏来记啊，连你自己的想法都没有，叫我跳楼就跳楼，要这样去归命阿弥陀佛。讲起来很简单，我知道做起来很难啊，所以一个真正归命阿弥陀佛的，就要开刀的时候不用开刀，不用打麻醉剂，因为我相信阿弥陀佛。你要做到这样，这就是佛的修行。佛为什么要过去是一直舍掉他的身体？因为不舍掉他的身体，就不能断我执，也不能修悲心，用身体跟众生结缘，你吃我的身体，你喝我的血，我将来才可以度你。也透过舍掉自己的身体跟所谓的观念自尊，那才可以把这个我断除掉，不然他不知道佛性是什么，佛性都被我的分别心盖住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叫我们布施布施布施，奉献奉献，那这个观念你要建立好。所以当然各位在生活上有金钱上的需要，但是你要认为你想不是赚钱，不是你想来的，赚钱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业报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让我开悟了。我虽然是一个很会赌博，我也很喜欢赚钱，因为我赚了钱我就可以赌大一点啊，所以我用力的去赚很多钱，然后那时候我发觉这个不是你在控制的，因为股票变了，社会环境变了，房地产变了，
我就是因为这样赚了很多钱，在某一部分也亏了一些钱，啊，原来这个都不是你在控制的。就像我很喜欢赌博，后来为什么不赌？开悟了，为什么？赌博是靠运气的，不是靠技术的，跟技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再认真也没用。所以各位讲，业的力量，业的力量像瀑布一样，佛陀这样形容。如果你要得到一个善的果报，那你就广造善业就好了，而不是用心机。如果你的心机，比如说我去做这个生意，我去做这个事情，对我比较有好处，那就离开佛法。啊，又得不到佛的加持。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利益众生，祈求阿弥陀佛加持，那你去做吧。你的动机没有自私，自我爱惜，自私是所有痛苦的根源，因为那是烦恼。啊，唯有奉献给众生，祈求三宝的加持，才是快乐，才是自在。我想每个人都，佛陀要教育我们是这个观念。做护士，做医生，做企业家，做先生，做太太，做老师，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事业，要把这个事业当作是佛事，那你做事业有道理。但是这里面一定要考虑到戒律、道德、善良。就像各位现在听佛法了，叫你去卖牛肉，这个好赚那不行，对不对？虽然我那天回来，我们李志雄说，师父，我们这英国的牛啊，这边的牛从爱丁堡来到格拉斯哥到这边，沿途的牛是草很多自然的牛啊，没有圈养，慢慢让它产奶啊，如何如何，讲起来对还是自私，因为你只想找好的材料的牛奶给你儿子喝啊，你根本不是利益众生为牛想，你怎么想还是为你儿子想啊，最后他们只是受少一点苦，不是不受苦。那些牛会说：“我高兴，我愿意嘛？”没有啊，这些牛不会这么说的。这是人类为了自私的动机，可以保护人类的胎儿跟价钱，这些牛被另外一种款待了。安乐死跟自杀都是自杀的，打麻醉剂死跟枪击死，那只是死的那一刹那感受不一样，那业报他还是要再轮回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既然讲利益众生，那各位要想得很透彻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，就是说慈悲不是我们去放生那一天慈悲，而是老人慈悲是在你的生活当下，家庭事业，你要充分的去慈悲。而且佛教也不是分开了，等我这个修完再来修慈悲。佛教不是，不能把佛教切一段啊。现在有些人说我在研究什么佛教道次第系统式的，他认为一二三四五，那你会伤害到佛教。佛陀讲的是一心，这个一心里面包括刚刚讲从信心到菩提心到空性，是当下都要做的啊。而不是说，哎，我一楼跑到二楼，我就不用去一楼；我二楼跑到三楼，我就不用去一二楼。所以我为了达到这个，所以我在追求这个。那，所以念下来，不退初心，成佛有余。这个不退初心，就是代表愿成佛的、为利益众生的菩提心。你要用菩提心，你要发起愿成佛的心，而且佛怎么想，我尽量往这。最后你成佛还是这个心。就叫圆满菩提心，一开始要发心，后来圆满菩提心，所以你的动机并没有分别，只是因为我们的资粮智慧不够啊，千万不要把佛教切断。所以讲大悲心，它必须要包含信心、惭愧心、相信因果、出离心，这是基本的。你不可能说我有慈悲心，但是我不信因果。啊，我没有皈依三宝，你没有皈依三宝，那只是你自己的善心而已。因为我们的慈悲心是依止于佛陀的心的慈悲心，所以
要用这样来理解我们所修行的方法。特别今天是农历28，今天念下来，阿弥陀佛功德加持日，阿弥陀佛功德加持日，持斋灭罪90劫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守八关斋戒，那又念阿弥陀佛，可以消除90劫的。但是今天各位没守八关斋戒，那无所谓，等一下吃素好不好啊？明天上午再补一顿素，对不对？吃三餐素，因为呢，大乘佛教来自于帮助众生，而不是你个人，不是你个人，特别。到7月2号之前啊，都是佛陀的成道月。像今天是多少倍功德？念一下，1000亿倍，1000亿呢？人的人365天，过100年才多少天而已。但是今天所做的变成1000亿，今天、明天到7月2号，那是一个大圆满日。那一天各位吃素啊、放生啊、点灯啊、发菩提心啊、念佛啊、看经典啊，好不好啊？因为呢，这样我们不是贪功德，而是这些力量我们才可以回向给众生嘛。就像英国脱欧，你说没问题，我负责1亿英镑给你们，那就 OK 了。1亿英镑算什么？我们这个功德太大了啊。以这个来回向英国女王、英国未来新的首相，对不对？英国脱欧也好，没脱欧也好，都大家都和谐发财啊。那这个就是学佛的人的一种法喜。哎呀，法力无边啊，对不对？三宝加持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各位还有没有烦恼？没烦恼，烦恼是自找的，因为你放不下。所以因为放不下，所以我们赶快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赶快念经思维经典啊！既然念到空，既然念到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叫我们要对世间看去，世间是我们来慈悲的地方，不能执着。所以去阿弥陀佛是为了证得空性跟大悲不退转，你才可以回到这个世间救度众生。所以鸡丢到水里面会淹死，但是鹅就不会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污染，这个鹅的翅膀不污染了。那各位现在看到帅哥美女眼睛都发亮，这叫污染啊！喜欢人家讲好听的，喜欢别人尊敬你，喜欢别人如何如何，这个叫心脆弱。所以那你要懂得训练你的心，坚强的接受一切。所以回去跟你老公说，老公，如果你决定要离婚，你跟我提早3天讲，我不会问你为什么，我只会问你留多少钱，因为我要生活，要带儿女嘛。啊，其他的感情是假的，无所谓。但这个代表你放下了。如果你这么放下，不会计较，你老公才不跟你离婚呢。哪里找这种这么好的女人，不会跟我吃醋的？啊，所以，但是如果你一直很担心，我讲的是一个比喻了，就是说。无畏，我刚刚讲了，随缘而无畏。无畏是你没什么好担心，我怕什么？现在我在这边讲课，外面有两个人，我现在拿枪打死你。等一下，等我讲完回向完，砰，死了。OK， 啊，那各位要经常观修，就像玄奘法师为了到印度取经，被土人本来要杀一个小孩，看到玄奘法师白白的。就把他抓过来绑起来，这个好，这个拿来祭神更好。结果底下就烧个火，要把他活活烧死。玄奘法师说：“给我几分钟，我是个修行人，让我念完我的经。”他就念《般若心经》，那时候还没有翻译嘛，因为他完全按靠这个《般若心经》。结果念完以后，正在念的时候，他眼睛闭起来念，整个变成鬼哭神嚎，那些坏人啊，那些土人都跑掉了。吓坏了，所有绳子自动解开。所以玄奘法师看到这样，他更有信心，怕什么？啊，再大的灾难，靠着经典的力量。所以对他这种不退转的，要拿经典来翻译，
那他不懂经典的意思都有不可思议了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佛天将菩萨化身保除镇魔君，功德难论。师父他们每天在做早晚课的时候，都会唱诵的一尊那个一个护法，那个韦陀菩萨的护法。这一尊呢，是我蛮得意的一个作品。祈祷啊。爱的公，什么做不赖的人吼，他们晚上都会去跟他托梦，爱甲公，叫他做，要做安怎，拢会甲托梦甲讲安尼啦。啊，就是因为这种好奇心哦，就对这个就充满着好奇感与神秘感。啊，所以讲，虽然的讲，就想要去找佛菩萨，到底是真的有那回事吗？安尼。啊，有时啊，感觉讲，哎，奇怪，虽然大拢。无感应，可能吼，咱的心吼，大概都是在弄咧算啦。即马着爱算讲，我着真正去立土红啊。啊，从我遐有一间咧，阮叫老祖个神龙庙当咧去，我着去啊佚佗。啊，佚佗时阵，我看到迄时阵，着敢那许，着是咱讲讲一见钟情安尼。啊，看到迄神像吼。佛像哦，我就感觉哦，有够兴趣嘞啊！所以讲，我就动下我的立志讲啊，底下我就讲，我以后大汉哦，一定要做这啊！啊，到尾啊，等一村，阮师大人问我讲啊，你大汉开要创啥货？我讲我要吸佛啦！一听就嫌烦呢。我母啊讲，啥会叫做吸佛啦？因为当时我们整个村庄哦，没有这个行业。根本就没有看过这种行业，啊，啥叫吸佛啦？呢，伊讲迄很好啦，迄永存的啦，敬鬼神而远之，伊足信神，但是足尊重神。啊，然后讲迄一尊吼，得拜到万年九万啦吼，讲迄袂后袂烂，迄唔好，安尼。但是迄尊都足奇怪，就是讲，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做佛像，就是讲伊安怎讲，我都听袂落啊。啊，就是祖先，就是不是底下咧，规下头壳拢底下想佛菩萨这样子。当我在捏一些小玩偶的时候，被一个国宝级的诶皮影大师叫张德胜诶老师吼，一看我咧捏个图案，讲啊你捏这未歹呢，啊你大我大要捏这啊，啊恁啊讲啊这啊拜师啊，就是他结果讲有啊讲我。我亲家咧做这个啦，安尼啊，啊，我说啊，伊到要受灾啊，啊就这样子，我就一个人去台南去拜师，就是真的是入门，讲来嘛是够奇怪，我当下立院看了也看了作品，迄竟然是阮师傅，啊伊住在台南，啊迄阵我虽然根本都唔知影讲这个作者是谁做的，我完全唔知影嘛。这个我师父阿公，伊是迄尊诶作者，水泥诶作者。啊，我拜师诶时阵，嘛是有够拄好诶，就是讲，嘛是应该讲嘛是跟佛有缘。因为我去拜师诶时阵，我师父吼，都因着一个堂会叫做佛陀的一生啊。
大当山的一个叫云中叫小雪山，就是佛陀的一生，就对于出世啊到游戏侠门生老病死，啊到在那个菩提下悟道，这样弄一出一出来走。大家做到山的时候，已经我已经三当四个月已经出世啊。啊，那时候我也感觉讲，我敢那拢无学着，我敢那想拢伫遐拉门徒。结果迄个时阵，咱囡仔人我都意会着迄种诶，他们的那种师徒制的教法，有迄阵都是打杂工啊，哦，啊伊的训练，伊其实有咧甲你教，但是你迄阵囡仔人，你无多去体会。伊安那讲诶，伊比如讲伊咧做堂课时阵，伊就爱叫我，就是讲，忽然间来叫来讲阿明，你我今晚要创啥会？我讲我嘛唔知你要创啥会。伊讲爱一直甲你骂，伊讲学西啊人吼。就是爱擦喇叭，擦喇叭，哦啊，二三个人啊擦喇叭，我无可能甲你牵手，甲伊甲你做啊，所以讲你爱家己看安尼啊，所以讲当学徒的时候，迄阵就是拢伊做的是拢伊过程，就是他的过程，就是讲叫你看物件，比如我今要做即阵，哦啊你爱看什么图，哦啊即摆我。坐下来、哦、我要开门要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，就是说要学他的姿势、啊、你要学他知道 他下一步的动作要做什么，就是要注意这些、啊、所以说学到当外的时候，我师父走过我就要知道有种那时候他训练我的是训练怎么样、啊、他如果开口就是骂我我刚刚说做不够的，我没顾的习惯，那时候那时候的学徒都是要从小调养，就是他不让你读太多书，就是要从小孩子开始调养，就17岁左右一直来调养，因为那时候的想法都很比较较亲近啊，较纯净啊呢，啊会调整，人工叫做会调整啊，啊即马就底下啊学了，我就搁走去。考迄个高音美工科，啊！迄阵阮师父娘哦，足生气，因为我打样帮伊趁钱尔嘛，啊！结果就佮走去读迄个读美工科啊，啊！他就很生气啊，啊！叫阮师父哦，讲甲母仔甲念，讲当时去求上进，那毋是去帮伊做，安尼，啊！所以讲，阮迄个师父嘛是足疼。啊、我就是他的关门弟子，我去拜师的时候他已经70几岁了，所以说我那样想起来说、欸、我做这道的一生、哦、真的还跟佛蛮有缘的。对佛像真的是想一钻研在我的佛像领域上面啊，这个佛像领域上面呢，它没有毕业的一天。这个佛像领域就是讲，你上面时阵弄的，因为咱的心情浮浮沉沉，哦，等你安尼，等你安尼，等安尼，我们还是不定。啊，所以讲这个佛像呢，在做的当中，就是弄刻安尼，你就围绕在这个氛围，只有哪时候能达到那一种开悟的境界，哦，啊、就顺其自然。所以讲咱尽量。就把心哦为射受在这里，哦啊，至于会不会有成就，来看咱的一面，感觉到说，哎呦，怎么有人那么厉害，可以把一个陶土，把它捏塑一个成型，哦，甚至于是佛像，然后要把那神韵抓出来。刚开始是觉得蛮仰慕的，他是只要一做到拿到土，就是要赶快捏塑，就是想要塑形，他那一份心是很坚持的。因为做这佛像，有时啊，讲每一个状况，他在做佛像当中，每一个的状况都不一样，我们的心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，啊，你还是要一点一滴啊累积，啊，你要靠我多表现在作品上，啊，那作品才真上。
我们的四壁观音那时候，因为我们用陶土做完以后烧成的作品都有在卖，然后到这一尊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们这一尊不要再卖了，这一尊要留下来当我们的传家宝，因为感觉你经过火陶土经过火烧过以后，它感觉更有生命，然后这一尊又是特别的庄严。这佛像的名堂，我现在做几款了。你刻意的话，一得八个。你如果很我的做眼睛者做刻意的时候，你就会被绑在这里。你得挖到宽大范围，啊，你一看大范围，你就不会去注意这些小细节。所以说这佛像的名堂，跟真的有时候跟修行和修行哦，很有一挂雷同的所在。所以说有喜欢做这些。你若讲要继续搁钻研上去哦，你一定爱在佛法里面可以找到答案，在他们的那些祖师大德的修行里面哦，他们会有同样的一个心法。若有对的人，他就会呈现对的结果啊。那刚开始呢，啊，庄老师跟我其实也不熟。那在有一次我在看展览的时候，看到他的作品，我说：“哎，他做的观世音菩萨的像，那个面相很慈悲、很柔软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是我要的。”艺术家他本身的专业跟他的想法，跟他个别想要表达的，尽量不去违逆他，尽量不要去修改他。那就在这个样的方式下呢。就完成了大雄宝殿那边的四大天王，还有整个墙壁那万佛。韦陀菩萨呢，在寺院里面呢是属于护法，护法呢他们在做的当中呢，就是要比较要刚毅一点，但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护法呢。跟道教的护法呢，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它是柔软，刚中要带柔。所以说，这些菩萨他虽然很勇猛的时候，但是你要看出他的护法的内心的慈悲，啊，所以柔软心，简称就是刚中带柔。哎，因为第一就是他的那个跨的是那个三七步，啊，这足在安尼，啊了就是伊的。生态是柔软的，这是我们佛教跟道教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就多了一个慈悲心、柔软心。虽然它是一个护法，啊，是一个很刚猛的一个护法，但是它心是柔软的。就像我们爸爸在向我们的那种那的眼神，就是充满着一个对我们好的那一种眼神。所以说，护法一定要做出这种感觉出来。这一尊就是。财宝天王，他是北方多闻天王啊！啊，我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做下面有做这些一些那个小鬼，有的人说做这个小鬼好像不慈悲哈，就踏着他，其实这不是这样子，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人的习气，我们修行的习气。像他是财宝天王嘛，那我也做一个小鬼跟他呼应的话，这样比较逗趣。哦，像这个小鬼呢。他本身就有这么多钱了，他还是要继续要跟财宝天王要，就属于贪呐。财神他们都是抓这一组财宝鼠，他们就是会晚上会去咬钱给你啊。然后像小鬼呢，这边也是有一只鼠，但是你看这只鼠就不一样，这只鼠也是一只，这只鼠是那个不义之财啊，很贪财的一只鼠，所以说这个是法财。啊，这个是贪财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都有留下一些趣味的一些创作给它融入在里面。因为我们法结师说这种功法已经快失传了啊，他就说啊，你就用这种功法去做。来这边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设计师，没有设计图啊，没有价嘛，都是来做，这样师父叫我来做啊，我就来做，因为哦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让我好好的发挥，好好的创作。那讲到这个浮雕就很有趣，因为大佛像先进来，
啊，整个在制作的时候呢，在打下面那个底座的时候，就那个拿着那个那个上面刷子哈，在那边切割，在那边打磨，结果的莫名其妙，我就看进去，又看到里面有很多景象。它是完全，所以我就跟庄老师讲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？那里面其实不是创作的，就随意的，但它里面就显现了某些东西。它大概也只是大致上构想一下，然后就放手的去做了。就是哪一区要做什么，哪一区要做什么，他有一个构想，他就开始创作了。他就拿一个很长的竹子，然后拿着那个粉笔，就在壁上画了。这个也是我没有看过的创作。所以，很多东西其实好像无形中就逼到，就呈现了那样子的状况，而不是刻意设计出来。啊，所以说我就因为这一句话。然后就把在创作这边的话，又是用影子，一整个影子去打光啊，然后把打一打的时候，然后再用那个笔去勾勒一个菩萨，一个菩萨勾勒出来，这边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。我就以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身为创作主题，然后简称为十法界。那十法界呢，里面有佛啊，有声闻众啊，有十二圆觉菩萨，所以在创作里面，我们讲，其实可以把神道也融摄进来，所以那片整片墙里面也有道教的，包括八仙都有，包括南昆生的五府千岁这些冥王啦、啊、金刚啦、啊、菩萨啦、啊、佛啦、啊、都有，所以这里面它里面就呈现得很丰富的内容。那就有别于过往的所有寺庙的壁画里面的内涵。那我个人是想说，刚好他也可以这样创作，我们也有这样理念，那何不就把这些因素就把它加进来，所以就形成了那一片墙。还有那一片墙值得谈的是它两个柱子，把它转化成两尊接引菩萨，那个是很做得很顺，而且很精彩。师父常教我们说，障碍即是菩提呀、啊，我们要面对这些障碍呀、啊啊。然后本来一般是从后面就这边就闪过去，那这样的话这边就好像空下来，那我就把这个障碍呢给它做特别突出，特别的用心。然后把它做成一尊接引菩萨出来接引我们，这样子啊，成为这边全部的一个主轴。现在目前台湾有这么大的一个水泥的室内浮雕的话应该很少。其实我做这么多的那个浮雕呢，我最得意的就是这一朵空下来的莲花，这一朵莲花就是留给我们自己的。每一个人都有无穷的进步空间，你只要愿意听别人的，愿意吸收他的想法，因为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我们不是要画我们喜欢的东西，我们是在画自己也喜欢更让别人喜欢的东西，不是只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应该这个互相只要是善性的沟通应该都会进步。对他的期望就是说，希望说他能够继续保有这一颗比较安定啊、清净的心，继续创作佛像。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，我会带他们一起看，一起做。因为我都一个很趣味的想法，就是讲，我现在在做的摊粿，我百年之后，我仔带因孙啊在看，看见这就是永存恁阿祖做的。就是这样的想法，我感觉嘛是足趣味的。对一个行业，讲会当讲，做甲你百岁年老，能够知影讲庄正明这三音，对一个行业敢若无，只唯有只有佛啊艺术家，就是讲等下你这一期的生命过后，他所用的心，他还是在发挥他的功能。会当做这佛像哦，我足快乐的。